笑颜蓉蓉 ，Hello， 我是身高最高的佩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队长妮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团里头发百变的乙烯。大家好，我是漂亮巧鱼。Hello， 大家，嗨，很开心见到大家。来，我们乙烯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要跟大家？宣传一下，对，就是我在去年参与了一部电影的演出，然后在里头饰演的是一个小护士，然后这部电影是魏德圣导演所拍的，它叫做 Big， 然后在今年的12月1日会上映，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支持我，会进戏院支持他吧，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，第二部，好，对不起。你要包场请我们去看吗？一定要吧，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你听说的？你要包吧？都是我包。现在大家都看到了，现场的人都听到了，聊起来吧。录影存证，录影存证，谢谢。录影存证了，是的。说他三个。好，我们最近呢都在练习一些新歌的部分，没有错。大家期待吗？期待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多聊一点。蓉蓉，很久没看到大家了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？有没有想我们？呀，哇，蓉蓉现在懂撩呢。哎，祝大家昨天情人节快乐。哇，朵莉呢？来到桃园感想如何？我跟你们说，因为我是一个桃园女生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桃园可以来这里桃园表演，让我非常的开心，而且也很荣幸，对不对？很荣幸，而且桃园就是比较惬意一点，附近有很多好吃的美食，大家都有吃饱吗？
你知道那个图书馆右边有一个很好吃的团子吗？南瓜口味跟那个马铃薯口味。好，宣传宣传宣传好。好的，那我们直接来我们的第二首歌好吗？我们先准备站位置。